七千万人工祭拜，天斩神功是无人可敌了。武装无敌变无敌，双人高手发出惊天喊声，犹如虎啸龙吟。气功上有，响起着震力雷鼓，形成天平地理。双方打得天昏魂惨惨，日月暗沉沉。乌兵小海童静静观看着因双方的战斗，再战数百回合，旗鼓相当，兵分秋色。南中分一亚苏星同时再发招，气功再出上古，亦吹了一粒的大招。大招的吹片险险就伤及这名乌面海童，此时乌面海童大怒了。小孩童射出一道的光芒，将着因两人击退了。好惊人知识的光芒，主人，这道光芒是由一名小孩童的身上所射出。这个小孩童可能就是出没在黑树那神秘的怪洞。为怎样一名无几岁孩童有这种的先天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幸好这名小孩童所射出的光芒，离咱还阁有一段的距离。若是靠近来，恐怕咱主簿两人是非常的不妙。这名小孩童若是被中原军甲利用者，对咱的威胁真大。不如趁早将伊击鼓弹掉，了断附近。卢超人，这就是你屡次以撇的文最对下场，在一剑结果你的性命。洪武生的情况竟敢来伤害卢超人，恁三人来上盖府山中剑，今天可以大显身手，你陪得上干炮火山开花花。怪老祖本是大红祖三人为救卢超人，以洪武生大胆出手了。洪武生的山中剑非常的厉害，本是怪老祖已经前后中剑了。大公主也比气中要害了。哪里烂呢？我放手，别再放了。大公主，您赶紧走了，赶紧走了。大公主，你呢？我怕生被我，你难走都不睬我的改变。今天啊，带卢巧林走了。大公主。走啊！可爱工人，安娜，我要跟你赔了。是啊，啊！可怜的大王座终于为正义关苦了。
哼，连三人走也无往对。红叶金都团龙离开万丈魔灰腿之后，来到中都。哈！多数金太叫万万而来路，因两人一步一步接近。方便就披荆跳棘来告诉，也等待机会要下手。红叶金刀独眼龙，独树金太玉。啊！独眼龙已经对上独子神机了。金太玉也逼近笑面失神，独子神机发动实在的气功，攻向红叶金刀独眼龙。最后红叶金刀独眼龙霸占上金刀一闪，独自神机轻巧断魂，刀轻一流，人一流，人轻一流，刀一流。笑面失神，见金太玉面带杀气，叶瑞闪耀几分的冲锋路。多数一出，笑面失神已站落。金太极多数的威力不减动人，不错，独眼龙的刀法胜过东初一流的。咱两人第二出的骨头是漂变不了，丢，漂变不了，一路失魂。在初见面，可以，就此决定，撤。白露碧行照着万年宫所好的地图，已经找到基兴庄稼人所居住的地点——洪天寨。地图的指示，形象就是阮居在此地，是准备落到通天寨。白鹿已经跳入通天寨了，白鹿毕竟已经入到通天寨里面了。是什么人大敢入到通天寨？哈，果然是行动不错，现在是你兄长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黑妹，你为何知我居住在此地呢？是老前辈万年公指点吗？原来是好友泄露着我的住处，莫非这是苍天的安排？黑妹，为啥有你的面容变成这款？这无什么，只要会当见到兄长一面，任何牺牲也是有代价了。当初为兄若是无离开你，也袂使你变成这样。过去已经过去，你又何必再提起呢？贤妹，你放心，为兄现在就医治你面上的疤痕，我一定使你再恢复当初美丽面孔啊！多谢兄长。随我入来，准备医治吧。庄稼人完成医治的工作之后，伊也要再度离开通天寨了。天门为兄对不起你，丹台虎首不了王，
我会再来见你。离开。天禄门的妖道带着金丝棒，以木箭进入黑丘那，准备要收敌这位人头毒品。众人提高警觉，人头毒品若是出现，我会爬出金丝棒，恁众人就用木箭将这位人头毒品来射杀。遵命。人头毒剑，看我金丝棒狠！天罗门的教主李如云打出了金丝棒，金丝棒将这把毒剑困住了。木箭之法，木箭之法啊！黑丘那这把人头毒剑终于死在金丝棒以木箭之下了。人头毒剑哪有什么可怕，已经死了。啊，爷爷爷爷爷爷啊，你是何方的妖孩子，这把人头毒剑受冻呢？帝都人死于何国？无边的海洞，无边的海洞啊！又是无边海洞，主王，帝都人的金丝棒已经不在身上，人头毒剑一定是低调了。入到黑丘那，结果这个小子的性命。小海东，你叫什么名？佩郎，嘿，佩郎。好，既然你敢讲出名字，那我就用天斩神功击缩你的小兵。安尼做未免太残忍嘛。是你刮混脑筋，亚书生，想袂到你是一个毫无人性的人，连这种无鬼火小海东。你也下得了手吗？我明白了，原来这个小孩童跟你有所牵连。好，那我连你一杀。你杀得了我吗？化天斩星功。你真是属奴秀混奴。我的混乱人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啊！我休开杀了，吉皮力。阿公，阿公。吉皮力，你留在黑丘那，有一件重要的代志，我那是办完，我马上就带你来去见你的父亲呐。那乖乖。我乖乖啦，那我要来去咯。阿公去啊，阿公去啊，青青，我又回来看你咯。今天黄昏有一场的决斗，对手是红叶金都段荣，我知影你一定无战胜。但是我已经别无选择，
你是我第一生命，可惜我爸母掉来失去了你，战斗的胜利就是定义我的第二生命，为了你我会争取胜利，为了你我会继续生存，你知道吗？青青，请你原谅我。这名民卢巧人因为伤势沉重，最后要为正义捐躯，怪奴主文社将这名轰动一时的女侠安葬在一个安静的地点中。卢巧人啊，你实在是有够可怜，想不到大公主牺牲自己也无法挽回你的性命，大公主该死了。我的师妹比索，哪有的啊，东家人啊，我的师妹到底比什么人叔叔，何人是你的师妹呢？卢巧人就是我的师妹，也都去给那个修山红无星台阶了。修山红无星，下是你来杀害卢巧人吗？不错，总今日林堂未及接你，我偏偏是恶毒人，东西归东西，完修修完修了。苏妹卢巧人，我已经替你报仇了。岳云龙人接到梁心帝乌龙心的消息，要赶去阻止金太极一独眼龙的行动，来到中都就毕金雄出现了。昔日的公母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原来是乱世魔鬼的毕金雄。岳云龙人，你是军业幕后的主席。岳毕金雄，听我的宣传，火海茫茫，回头是岸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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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难命了！很多人都会提供输掉的皮筋条的修脑黑米龙，我很多人果然有相当的来历，经验九天魔王的绝招啦。九天魔王，你真是不敌会我。喂呀喂呀，今天就是六臂金条的首脑，唔通我走呢，赶紧来甲杀去啊！别掉我吗？你无机会啦！九天魔王继续表示劈的门已经破，各位咱赶紧来去阻止独眼龙以毒素的决斗啊，打你就赶紧的哦。魔枪已经倒地，劈的门破了，劈的门破了，这个门敢真正破了？黄昏时刻，一场空前绝后的决斗将近开始了。独眼龙，金太极，啊！